说着，指引我步步走向你，跳动着独立的两颗心，才接近命中注定。恰巧我们里的身影，迷离的眼睛，你看着我，我很确定是爱情。心雨，你先回教室等姐姐，姐姐马上就来。快点，你怎么回事？拿来，把手伸出来，把手摊开，快点。顾小姐，不好意思啊，误伤你了。这孩子不听话，我好好的一双鞋被画成这样，我正在教育他。水彩笔画的应该能洗掉，我在网上看过科普帖，加个微信吧。好，谢谢你，步小姐。回头发你。好，谢谢步小姐，走。怎么了？有发现，福利院的助教工资不高，但是他却穿了一双上万元的球鞋。这个女助教我之前打过交道，平时很省，舍不得买贵的东西。助教单纯，最容易被一泽和骗了。在我揭穿一泽和花心之前，辛苦你帮我盯紧他。张总一直不肯见我们。这妞儿不错，王总一定喜欢。想你了，今天老地方见。秦先生，我从刚刚就看到你一直跟着我。告诉你，我已经有男朋友了。你男朋友是易子鹤吧？我看你刚才一直没联系上。他很忙的。忙什么？忙着撇开你去找乐子吗？瞎说什么，子鹤才不会。你先别着急。来了吗？那个馋人精烦死我了，给他买双运动鞋，就以为我是全世界。你有空就给我发消息。我不回，就这我是不是太忙不注意身体？我用他管。这女的没见过什么世面。怎么样？现在相信我说的了吧？怎么会？走，王总都等半天了。走走。我认得你，别找易少爷麻烦。
易子赫又没帮场，凭什么他能进我不能啊？怎么回事？玉少爷，你要想偷拍什么的话，我保镖不是吃素的，同一个手段我不会再上当。哼，盯紧他，直到他离开为止。好的，玉少爷。好的，医生。走吧。我自己会走。快点，走吧。快走。我真的会走的，你别那么紧张行吗？快点。马上走。你怎么在这儿？我发现易子赫和狐狸院的女主角有关系，跟踪的时候被发现了。易子赫也在这儿，看来他冲我约的客户下手了。难怪你会这么巧出现。找准机会，赶紧溜。这么多人怎么溜啊？易子赫已经先我们一步了，我们得抓紧了。先去医院吧。眼前的事要紧，你先回去，我们走。好。干杯。哎呦，陆总，杨幂，小易总来的比你们早，也很爽快，用更高的价格买走了我的货。王总，可您先答应跟我们谈的。哎，货呢？卖给谁不是卖呢？小易总都交全款了，我看你们还是找别人吧。啊，王总，我保镖疏忽，让不速之客小了雅兴，我们换个地方吧。好，全听小易总安排。好。这次你输了。你知不知道，因为你耽误的几分钟，我好不容易联络的王总被易子赫截胡了。你存心的吧？我已经查出来是谁出卖了图纸，我会想办法让他站出来。只要让大众知道是易华在使唤，我们就还有机会可以扳回来。易子赫已经发现你了，你没机会了，早点回去休息吧。证人我已经让秦寻盯着了，我们还有机会的，用不着你再帮倒忙。我先送你上医院吧。你在哪儿呢？我马上过来。女助教人呢？你来之前，易子赫给了他一笔很丰厚的分手费。琢磨大哥重振如前，要给一家难堪，会有什么惊天大动作？没想到，只是去找刘总喝了一杯。大哥向来就做不出什么狠事来，七年的熏陶，也就装个酒鬼，恶心恶心我们。对待外人，那是真没用。
这个事事都忤逆我的逆子，当初非要娶这个对易家没有价值的女人，你竟然为了帮陆明宇甚至放弃了易家。七年过去了，现在你又帮外人来挖易华的墙角，真是死性不改。现在给我净身出户。我想赶在你出门前来跟你说声谢谢，谢谢你保护我，还有之前刘总的事你对我凶，我现在都明白了，我以后不会再成为你的拖累，我保证。你最好说到做到，不然我一定把你从隔壁赶出去。我会做到的。你的手怎么样了？早日康复。彼此彼此。现在我们还没输吧？说什么梦话呢？没睡醒吧你？出门了。等一下，给你的。你这个点应该上班啊，你有空打给我是计划不顺？嗯，义子和比我快了一步，我失去了泄露图纸的重要人证，而且还是没有人愿意提供建材。我想帮陆总出出力，你能给我支支招吗？以我对陆岑阳的了解，他不可能没有后手。你该做的已经做了，现在倒不如先安静地看着。爸，我现在需要的是逆转的办法，那实在不行我只能……你啊，办法不是没有，但你得足够沉稳，才能去跟你奶奶编出一套陆岑阳足智多谋的说辞。奶奶，你怎么还有心情拍照啊？之前找你，你拒绝了我，今天怎么又来找我了？义子喝中了陆岑阳的计，奶奶你好好想想，陆岑阳是怎么利用泰勒算计二叔他们的？他是那么容易就轻易被打倒的人吗？昨天晚上陆岑阳拼命巴结的王总也被子鹤截胡了，他已经输定了。你是想来告诉我他是故意的吗？没错，福利院改建用的是我的方案，我选取的是二手建材，因为福利院改建需要抠预算，但陆岑阳故意换成了昂贵的环保特种建材，这里里外外全都是最贵最环保的，他就是算准了易华会有所行动，好让易华和供货商们吃下最贵的货，但他就是要用这个手段让您因为囤货而资金紧张。
真是可笑啊，我易华那么多住宅项目，日后打高端精装修还能消化不掉吗？易华用最顶配的精装修，那价格势必也会水涨船高，这个时候陆岑阳便会利用品上的设计优势，在未来性价比高的住宅项目上和易华打价格战，用易华原本的价格优势打败易华，这个才是他的计划。我压住从来不单压，如果你的情报有误，想想自己会是什么样的后果。如果二叔和子贺真的有过人的能耐，您就不会在我拒绝您之后还默许我继续待在陆岑阳的身边。奶奶，陆岑阳做这一切，他就是为了迷惑我们一家，好让子贺傻乎乎的从供货商的手里面先把这些货吃下来，等到他真的一一都买下来了，陆岑阳就会有所行动，到时候后悔就晚了，趁现在让义子贺悬崖勒马还来得及。怎么了，奶奶？人在紧张的时候会心跳加速。我骑车来的。我想知道你是怎么在短时间内取得陆岑阳的信任的。网上的新闻一说图纸是设计师泄露的，公司的人就煞有介事地对我进行了调查。但是奶奶，您听到我被开除的消息了吗？还有，子贺的保镖为难我，是陆岑阳为了保护我才受了伤，如果这些还不能够说明问题，那奶奶您再好好想想，陆岑阳想要调查清楚义子贺手下的身份，那不是分分钟的事儿吗？为什么不报警？是因为他不想打破计划。陆岑阳倒是为你做了很多呀。一个年轻有为的老板为你做这些，你一定会感动吧？一个女人在感动的时候喜欢感情用事，所以你才找我说了这么多，想让我打断子贺他们的行动。本来我还想谨慎一点，但你来找我，可见陆岑阳已经黔驴技穷，无还手之力了。不是的，奶奶。你呀，与其关心陆岑阳和品尚，倒不如关心关心你的父母，他们已经被我赶出一家，现在在哪儿流浪还不知道呢，赶快找到他们，给他们送些钱去吧。妈，你和我爸搬到哪儿去了？好，我现在就来找你们。华董，我们现在回公司吗？不回去了。不然的自作聪明把你害死了，你还要心软吗？我会斟酌，你跟上不然，找到易敏德的下落。李叔，你都听到了，你觉得我还要心软吗？不然怎么对你的计中计知道的一清二楚啊？难不成他真装窃听器了？不重要，幸亏华董不相信他的话。也好，趁此机会让易华好好尝尝陆氏当年的痛苦。他传话华董信吗？易华这一次已经一只脚踩进我的陷阱了。
如果华董相信了 Carrie 的话，让义子鹤就此收手，那么这一次易华算是命不该绝。我选择的是二手材料，陆岑阳故意换成了昂贵的环保特种建材，好让易华和供货商们吃下最贵的货。说，华董，我听到了陆总和公司花匠在议论下一步的动作，好像是他现在的被动都是假象。陆总很快就会有下一步的动作，你务必要小心。花匠，假象，你的情报准确吗？陆总跟这个花匠的关系不一般。这样，我传你一些花匠的照片，您看看认不认识这个人。这不是陆明宇最新来的副手小李吗？一直被他印讯，原来在给陆岑阳当幕僚。那个花匠说什么了？他说，借此机会让您尝尝陆氏当年的痛苦。小孙，赶紧回公司。之前攒了点钱，把该添置的都添置了，够我们在这里落脚了。以后你可能得跟我在这儿过一阵苦日子了。怎么就过苦日子了？你觉得我愿意住别墅啊？这里多好啊，小冉以后帮咱们完善完善，就会越住越让人羡慕。隔音可不好啊，你们下次说我的这小点声，院子外面都听到了。说你我们还用小点声啊？来正好帮你爸搭把手。好嘞。手怎么了？没事，烫了一下。他老是大大咧咧的，过来帮我搬搬架子，小心点啊。敢问敢问，你们被奶奶赶出来不告诉我，是怕我会哭鼻子吗？才不会呢，你们能脱离像易家那种牢笼一样的地方，开心都来不及呢。你爸呀，是怕影响你的工作。我还有什么可被影响的？爸，我找过奶奶了，但是我没有处理好，还帮了很大一个倒忙，可能还要丢了工作。走，到定位地点后，穿过茶园就到易明德家了。女儿，不管怎样，爸爸妈妈都依然很看好你，不留遗憾，想开一点。怎么可能不留遗憾呢？才刚开始就要结束了，我真的很想为品上出一份力，也真的很想帮福利院的孩子们完成梦想的家。但是现在，这一切都因为我搞砸了。我，喂，请喝茶，院长。哎，我一听说陆总筹建材，马上就过来了。易华是真心想为福利院的改建尽点绵薄之力。据我了解，易华为了收购建材几乎压上了所有的现金流，华董为了表达慈善之心出手真是豪横，令人敬佩啊。易华的各种传闻向来就不少，陆总不用当真，我这个年纪也拼不了几年，想着在能动的时候多做好事，多积福。我当然愿意给您机会了，建材可由贵方友情赞助，但一定不得干预施工。若是以后易华想要借着为福利院改建提供新型环保建材为自己打广告营销的话，可以随意。陆总，这算盘打得细，
我们怎么打广告，最终都是为品上做宣传。我老太婆年纪大了，眼拙，不太喜欢为他人缝制嫁衣。易华提供建材，自然要行使监督权。院长，由我们来监督，能保证项目的品控和进度。哎呀，抱歉，华董，改建已经授权陆总负责，这得由他决定。陆总，材料送到你面前，你若不要，耽误了开工，等慈善总会那边问起来，你的脸面不太好看吧？跟一家小少爷玩弄福利院助教相比，慈善总会应该不会介意我们仅仅这里是晚开工几天吧？年轻人谈个恋爱，好聚好散，拿到体面的分手费，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是我的职员偷了设计图，陷害给设计师。事实清楚，就算我因此被革了职，我也要还设计师和品上一个公道。院长，中间有什么误会的话，我愿意全力配合陆总来表达我的歉意。陆总，就按你的意思办，一切以准时开工为重。谢谢华董配合。奶奶都已经来福利院了，看来干嘛不进去啊？真的是易华赢了吗？对不起，我太想帮忙做点什么了，没听你的话，是我自以为是帮倒忙，自作聪明害了你。我没想到事情会落到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我没脸见你。你在跟我演苦肉计吗？我没有，我是真心想帮忙的。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你怎么罚我都行，就算要开除我，我都认。这可是你说的，如你所愿。给孩子们变魔法，修一个新家的，我现在做不到了。原来某人的眼睛是洒水车啊。你没哭过呀？怎么每次我特别背的时候都能被你看到我的球样？我不是特意来关心你的，是福利院院长给我打电话说易华的画廊愿意找我合作提供建材，我们跟他在福利院见了一面，现在问题都搞定了。真的？你别是为了安慰我才这么说的，我刚才说的话都算数。如果你真的十分为难的话，你不用管什么面子不面子，把所有的责任推到我身上，再大的锅我都背。就你这小身板能背什么锅？
这么不相信我的危机处理能力，你信不信我罚你去公司扫一年地？你的意思是，我可以继续留在公司了？嗯，我什么时候说开除你了？已经过了期就别可惜。